我们可以接受这个挑战吗？当然可以，我这个人从来都不说谎话。来，你要把手放上来哦。哦，都不说谎话。没有，我觉得这个很有趣。我觉得委员还有一个魅力是，你会让人家很想要帮助你。真的，我很感动。我不是只抽一个就好了？没有，三个。那三个还要抽？因为既然是你的粉丝嘛，他一定要知道这件事情，就是为什么他的名字叫做万安，对不对？对，没错。好，很多人不知道，很多人不知道，想说是因为万安神明啊。是你认为是万安生命吗？是我乱讲的啦。标准答案就是因为我妈妈生我的时候刚好万安演习，所以我名字哪是啊？我想说，为什么一片寂静，一片沉默？为什么你也愣住？请记得锁定四季线上影视，记得要看哦。